瞬间景元桥 ，Rico 全方位相机，我唔系睇紧 Google Map 街景啊！呢啲咁神奇嘅360度全景相，系用 Rico 最新嘅全方位相机 M15 影出嚟嘅。原来呢部 M15 已经系第二代嚟噶啦，佢嘅相系冇死角嘅，因为佢前后有两个超广角圆眼镜，加埋一齐就可以影到360度冇死角嘅相啦。而今次 M15 新版除咗可以影相之外，仲多咗拍片功能，播片嘅时候都可以周围碌噶，神奇过 Google 街景啊！缺点就系一定要用专用电脑软件播片咯，用普通方法睇啊，只系睇到两个独立嘅圆形影像噶咋，睇相都一样，用一般软件睇啊，会变咗个长方形嘅。好彩咧，佢就有手机平板专用 app， 唔使电脑都可以360度捽捽捽。不过个 app 咧就睇相睇唔到片嘅，如果要玩新功能就一定要用电脑咯。